肯定是手指无力。又怎会让无极天？你这个 F 和弦练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会弹啊？猪吗？不是，为什么会有大横按这种东西啊？这谁发明的呀？这手都按疼了。前途一片黑暗。哎，你来，你按左手，我按右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准备好啊。嗯。三二一，走。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。怎会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颤抖？我明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我明我就喜欢你。行，自己练一个吧。我会了，我自己练啊。手怎么了？嗯，没事。我看看。没事，就一点小伤。铺点皮嘛，这就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别练了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好好练的话，我没法上台的。一个破歌唱比赛，值得你这么拼命吗？值得啊，反正。我一定会好好练这首歌的。夏菊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歌唱的这么烂，还要去参加歌唱比赛？我们为了支持黄婵呀，而且现在黄俊每天都帮邱乐桃练习呢。我要是练不好的话，我很丢脸的。哎，这说生气就生气啊！我就喜欢。等一下啊！哎，真的没关系了，其实不用。别动。别动。按理说呢，你要继续练琴是不能贴创可贴的，但没办法，你现在手上都起泡了，所以只能将就着练了。大图，谢谢你啊。一谢字值几个钱啊？我要吃火锅。好啊，等歌唱比赛之后，我请客。